大舅，你看我这头发是不是有点长了？大舅，你看这边头发是不是也有点长？行，这些这些，我找我舅妈去。舅妈，大舅不让我剪头，给我200块钱，你说怎么办？剪去吧。我看不行。我问你啊，我跟你妈吵架，你帮谁？谁也不帮我，看热闹。你别看热闹，你帮一个。你敢跟我妈吵架吗？我妈一点声音不哆嗦。你别管我哆不哆嗦，你帮谁？我帮你。这还差不多。我帮你拿个键盘，我帮你拿个搓衣板。爸爸，你知道吸尘器吗？知道呀。你买多少钱啊，爸爸？是吗？带过去。啥区别？他把东西吸了一个耳机，你把东西退了一个耳机。哎呦我的妈！